还不开门啊？砸了你的破店！哦，不是，你弟已经重伤了。哦，我已经重伤了是吧？对，那个小苗太小了，挡住了。哦。等半天。哎，怎么还过剧情啊？怎么？这谁啊？一个妹子，干嘛？啊，这不是妹子，莫里斯。为什么跟我说话？快来拿约亚超市半价特惠券！半价特惠券，有人拿吗？操，半价特惠啊，黄！拿。无法匹配那些价，我会亏本的。像那样失去忠实的客户，这样对你来说一定很难过。但是你能怪谁？约亚公司虽然是重要选择。他哭了。哦，这是新公司的人是吧？约亚公司，约亚，我去，我也去买啊，半价，尼玛！不管他了，我也跟他没关系。哪里啊？约亚超市。哎，找到了，半价，妈的，半价搞他一搞。特销吗？砍树啊！你干嘛？不是，有个超市半价，我在搞。新开了一个超市半价呢，高级超市。约亚可乐、强可乐灯。我操你妹，这么贵啊！啊，62一个土豆，滚！骗我！